失败，真是偶然，有人帮了他，救出内鬼，共产党的特工，一直秘密潜伏在特务科。5203进去，发现了老房的尸体。 说是个男的，谁？紧急预案，有人叛变了，宁可坐上，不可放过。你说他们是要掩藏什么，才付出那么大的代价？出来！发现任何不对，跟你说说。没有，我让走，只有这一次机会。 18号跟谁见面？时间、地点。